朋友，朋友们呢、啊？晚上好啊，晚上好啊，晚上好啊。喂，看看能不能立住。谢谢不会迷路送的爱的花海，谢谢你。因为我们今天就是穿着演出服回来的，然后我刚刚拍完了声血之后，就是一个马不停蹄，立刻马上就是上来跟大家见面了，不要太感动。谢谢 QQ 客送的荧光海。I know 你们很感动，但是不要太感动。谢谢塔塔护卫队队长送的爱的花海。是呀是呀，咱们就是这么爱呀。哎呀，今天的日记还没写，待会儿下播了再写。虽然这个日记它也并不是每天一定会更新的一个日记。看看杨晶晶，好久没让你们见到他了。他最近现在是个小兔子，打结的地方给剃了。小兔子啊，小兔子。他正在看着我，看着我，目不转睛。哦，我以为，哎呀，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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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晶晶，离我远点，杨晶晶。我突然想到，我现在穿的是公演服。所以请你离我远点，这个黑色的公演服。打咩打咩，不能沾上毛毛。所以请你离我远点，对不起了杨晶晶。我不想以后穿着都是猫毛的公演服舞蹈。斯密马赛的宝贝。你先远离一下妈妈。因为我们拍了声血哦，呼呼，拍了什么声血呢？拍了我不知道。不知道你问我就是不知道。问就是不知道，大家都知道了，我知道你们都知道了。真的就是咱们就是说，怎么会那么巧呀？阿姨，阿姨，阿姨，确实阿姨人还怪好的嘞。谢谢霹雳熊猫四八送的蹦迪。哎，那咱们就到时候见啦，那边的朋友。谢谢零度蛋包饭送的权杖，谢谢你的权杖。那珠魔法棒，我要让世界变漂亮，我要让星星都发光，把每个角落照亮。是啊，我保了那么久的密，只在那边两场，那我请问要几场呢？干嘛？想让我们常住那边是吧？不回上海了是吧？上海的朋友说不可以哟。
哎呀，真的，这个秘密我昨天还保守了一下。本来就好像在问我要不要我那个分团的巡演要不要去那里巡演的时候，刚好就给办了。但是我仔细想了一想，算了，因为太多事儿了，太累了，最近完全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准备那么一场，就算了吧，就等演唱会完再说吧。Yes，Yes。总之就是要去那里跟大家见面喽。今天是骗保1岁生日，让我们祝骗保1岁生日快乐！呜呼，1岁吗？哦，1岁，耶！Super to give me，谢谢他，他护卫队队长送了生日蛋糕。Super to give me super to I just want to be crazy。什么？你这微信？祝我们骗保生日快乐！祝我们骗保1岁生日快乐！谢谢樊指标送的生日蛋糕，耶！马上骗保就要跟大家见面了，他1岁了，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真不容易啊。真是不容易呀！我看有微信，这微信疯狂弹消息。哈哈，没事，就是在订歌单，群里面在投票订这个歌单。我支持的歌胜利了，哼哼，哪个的歌单？巡演啊？哎，这个演什么内容就不说了，到时候你们该知道的时候就会知道了。说实话，还真不知道有没有直播哎。会在上海演的，好像是先去巡演，然后巡演回来在上海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担心我们巡演的票房不好吧。一直他就是一直想让我们巡演的时候办一场。就想让我巡演的时候办一场生日公演，我觉得应该也是担心票房吧。但是我实在是准备不来了，来不及准备啦。没有这么说，但是这么积极的，就是跟我推荐，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吧，不然我想不到别的原因了。是吧？要不然为什么这么着急让我把这个分团申公办了呢？这么热心推荐我。但也没有强硬性要求了，只是这么推荐了我。但是我实在是
没有精力了，感觉准备这个周年会要我半条命，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在拍档的巡演呢，在南京呢，好可怕，让我回想起了2021年的那年的周年，二一年的周年，有次跟运动会一起的那个，好像是当时是去武汉巡演，然后巡演完回来运动会，然后运动会完第二天周年。就是啊，两眼一黑，差点没给我学哭。啊，对，运动会握手周年，非常恐怖。这次也差不多，这次就是没有运动会。但是有拍档大会。哎，等一下，我突然发现上海剧场我要好像很久不去了，今天结束了之后要一个月在外漂泊，天哪 ，Oh my god！ 对啊，你想今天25号，然后3号是拍档大会，那周没有公演，然后再下周就去南京巡演了，对吧？南京巡演是9、10、11，3天通告表上，那除非他8号安排一场供我们队的工业，天哪，好突然一下子，哇哦，哇哦，好突然啊！啊啊啊！啊，6月来上海 ，BB， 我该说不说，咱们就是说，6月我好像按照现在这么算，我应该只有6月最后一周在上海，看看看看日历。哎，不，6月有5周，我最后2周在上海。啊，不是说在剧场，在剧场。拍到大会在上海，但是不在剧场吗？天哪，确实，我们三号拍档大会那周没有公演，然后9、10、11，3天我在南京，他7、8两天不知道会不会给安排公演。7、8两天如果给安排公演的话，那还能在剧场见一次。然后我们再下一周就去巡演了。然后对，就是这么的忙啊。我们要办中心的，我们是中心第一批办的，貌似按照安排。
安排我们队的吧，我觉得七号、八号会安排一场吧，要不然我们队拉票，我们队的作品展演怎么办？应该会安排一场吧，去说说去，我等会儿问问我们老师。新中心没有说不让养猫呀，反正没人跟我说过。那天我们队的生活助理姐姐还在问我，养金金会不会应激呢？反正现在是没说的，没说，就是不能养。少爷，我不知道他少爷会不会应激啊？少爷是娇贵的身子。你六月啥时候来啊？我现在都跟你蕊清楚了。那保险起见，你最好还是七月来。谢谢宇宙腿腿送的蹦迪，因为好像我不知道，因为还有个，虽然说这个现在还不确定啊，就也不确定会不会去，有没有这个事，但是好像还有一个巡演，拍档还有个巡演，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是第二轮的那个巡演，所以现在就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我觉得可能会在六月最后一周，因为据我所知，七月第一周不是已经安排了生日公演了吗？七月一，是吗？那其实就是六月最后一周嘛，算六月最后一周，七月一，那就其实就是六月最后一周。那按照这么算的话，假设这个巡演我也要去，那六月份我只有一周在咱们上海星梦剧院。哇，确实好忙啊。哇，六月份有点过忙了吧，咱们就是说，然后我在这中间还要准备我的生日公演。已经要开始掐人中了。我最近这两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每天按照睡眠时长来说，我睡的其实挺多的，就起码不算少。但是我好累好累，我今天大 NC 的时候我站在那里我就是很不舒服，但是后面好像又还好。但是 NC 完 UNIT 之后那些歌又觉得还好，但是我大 S 的时候就好不舒服，站在那我感觉我下面就要晕倒了。努力的进行一个表情管理。觉得可能是我最近吃的也比较少，就最近饭量很小。但是还是应该没关系，我自己能感受到极限。还好还好，确实你们看我这个时间安排，我也真的是没有时间去体检，真的太多事儿了。
然后这中间，我还要把生日公演，要筹备生日公演，然后要拍生日公演的 PV。哇哦！哇哦！完成这个六月，我一定会成为一个超人吧？这么一算，不行，得去约起来了。PV 一定得六月都拍了，7月肯定没有时间让我拍了。我觉得。就抽出两天来拍呗，感觉这个六月比三月还要魔鬼，六月现在，六月有助演吗？六月好像现在目前没有什么助演。不接了，有的话也不接了。我现在比较担心我们队的这个作品展演，感觉完全没时间演啊。巡演的时候作品展演不太科学吧？那可能会开专场吧，我不知道，我的作品展演应该会跟生日在一起吧。我都说了，我要把我的 mini life，我的生日公演，我的作品展演都安排在一起。还好，我觉得还行，因为现在作品展演也就一个节目，之前可是15分钟呢，不是，什么卷死你们？这不是就是让你们来一次上海，然后就刚好都可以看了吗？我多么善解人意啊，我。不要内卷好吗？大家，没必要，真是没必要，咱们没有必要内卷这个生日公演啊，拜托。OK，然后，哎，我还不，但我突然想到，我得去问一下，是个 mini life 的事，因为好像有生日公演的日子会办 mini life 吗？因为感觉好像是不是最近生日公演排的特别的满。
那还不一定能够办 Me Life 呢，因为我好像看 Me 最近每就是每一周都有生日公演。Me Live 周五，我问一问吧，让我浅问一下啵。OK，虽然六七月份冰冰会很忙，但是六七月份你们会非常的快乐。双 Q 啊！好了，就先盘算一下，盘算到这吧。没事，我将化身超人，忙点好，好吧？突然这么想，觉得五月好轻松啊，也没有。播到半点哈。会好好照顾好自己的，有时间睡觉会多多睡觉的。对的，这个星期没有公演了。估计休息个一两天，我们就要开始排练，新的内容了。但很开心，其实每次。筹备这种新的舞台的时候，总的来说还是期待、兴奋大过于疲惫的。过程很痛苦，最后会很享受。但是我每次排练这种。集体的公演，就这种集体的排练，都会很暴躁，是真的。所以接下来我可能会很暴躁，就跟每次排练新公演一样。巡演见，巡演见啦！耶？莫拉姑，莫拉姑，4号间，好的呀。啊，但是这个拍档大会到底是为什么要我两天啊？而且还是周一。对啊，周一只能请假来我。还是抽血，周一真的需要抽血吗？周一不抽，行吧。母鸡呀，母鸡呀，周一到底抽不抽啊？他这个抽选是整个握手，就是说整个握手会的入场抽选，还是说我的队列需要抽选？
谢谢布丁的熊猫饭送的权杖，谢谢你。拿出魔法棒，我要让世界变漂亮，我要让星星都发光，把每个角落照亮。但是我也没有到周一握手还要抽选的这个。不至于吧，而且还前一天还握了一天呢。嗯，行吧，そうですね，原来如此。嗯，原来我这么火啊，笑死。不知道哎，那就到时候见啦，能来的朋友们。不能，这一次不能来的朋友们也无需着急。接下来咱们就是主打一个卧倒。哎，接下来周周握手哎。拍样大会握手，南京巡演也握手，然后出去队伍巡演也要握手，反正巡演就会握手。所以不要着急，家人们，能握到的，能见到的，放心。多涂点护手霜行，我每天把我手在护手霜上面腌制一下。WAVE，OK，OK，OK。那总之，6月、7月，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喽。我得现在开始买私服了，我要买很多私服才行。你看，我们少女偶像这个关注点。明天见面吗？明天不见。后天27号晚上有澎湃直播，可以见面哦，大家。嗯，对呀，本来是19号，本来上周19号的时候安排我。然后我说啊，为什么我20号我第二天下午的特殊公演，你晚上给我安排个卖洗发水，就浅浅的换了一下时间。耶、yeah ，好了，家人们，我要下直播了，爸爸。谢谢星星送的告白气球，谢谢你。谢谢路过的 YHY 送的告白气球，谢谢你。拜拜，大家晚安。接下来是加油吧，冲冲冲，搞事业！我热血沸腾呢，拜拜。